孙红雷在录制《极限挑战》的过程中发了一条微博，调侃道：天呐，黄渤又吹头发了，祈祷温州不要下雨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到，黄渤把头发吹得高高的，还抹了不少发蜡定型。而《极限挑战》一直有个奇怪的规律，只要黄渤一吹头发，录制当天就会下雨。评论区里有网友晒出今日温州阴转阵雨的天气预报，笑称：绝望吗？我的阎王。